跳舞是我从五岁开始就决定的事情，因为热爱。我是刘雨昕，只要有街舞的舞台，我都会在。很多人说他对是男生跳的，我好像从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倔强吧，就想要说男生能跳好，女生一定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所以我就坚持跳芭蕾舞。你才15岁，你把男孩子跳的 popping 全给干掉了。有人说，哎，这是那个 idol， 这是那个偶像，但是他的 popping 水平跳的真的很好的。popping 的舞蹈的这个震感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高 level 的一个基础。回到这街，回到了我最初的热爱的舞台上面，因为只有我在跳街舞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最自由。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舞台，我还会再来。